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1000整点新闻。首先带您掌握最新消息，是在台北商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。有辆怪手是在台北商港东15号码头工作平台船上做进行作业，当接近中午的时候，这平台船正准备利用怪手拉住码头靠岸，没想到整辆怪手突然翻覆落海，结果驾驶也连同坠入了海中，同时看到了赶紧跳下海救援并且报案。警消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这名落水的驾驶被救起的时候当时还有生命迹象，不过紧急送医抢救，最后还是宣告不治。目前港警已进一步来调查整个意外的原因。